1、2、3、4，走啊！1、2、3、4，让开让开！哎，好。每年的生日都会给我们家宝贝拍一组照片，留个纪念。今天我们家宝贝还挺配合的。小宝，叫什么名字？硕宝。小的时候，总是羡慕能警察拍照的小朋友。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更是不想错过你人生的每一个节日。妈妈笑一个。来，宝贝，我扎破了。挺好的嘛，宝贝这么开心。宝贝，看看。咦？哎，不错啊。我是不是阿姨？慢慢的啊。硕宝现在有点不配合了，终于拍完了。